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训练啊，训练，没有接手的时候是训练不了啊。过去的这些藏传佛教里面有一些大德啊，他们怎么训练的呢？他们一开始一天打坐的时候啊，当他冒出一个自私的这个念头啊，自私自利的念头的时候呢，他就放一个黑色的石头啊，普通的石头，小石头啊，放在那里，然后就产生升起一个利他的利他的这样子的这个奉献的利他的不自私的念头的时候，他就放一个白色的这个小石头啊。一天这样子下来以后呢，晚上这个功课结束的时候会去总结一下啊，基本上全部都是黑色的石头啊，这里面几乎没有什么白色的了，特别特别的少啊，最多也就是两三个而已啊，其他的就是黑色的石头啊，有上百个上千个啊，上百个上千个，白色的就这么两个三个了，但是他们不失望，他们觉得这个很正常啊，我刚刚接手啊，因为我是这样子，所以我要去接受这个训练呢。如果我一开始的时候全部都是白色的石头，那我还用得着去训练吗？啊，那我还为什么干嘛要训练呢？不需要训练，因为我正好是这样子，所以我要训练啊。所以他们不绝望，他们不失望，他们相信自己，他们相信佛陀给他指的这条路啊，他坚定不移地往前走。然后训练到一定的时候呢，逐渐逐渐的啊，然后这个黑色的石头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白色的石头就比较多了啊。到一定的时候呢，一半一半啊，黑色和白色的石头都是一半一半啊。然后最后的时候呢，黑色的这种石头啊，偶尔会发现两个三个五个啊，其他的全部都是这个白色的这个石头啊。这个时候呢，他成功了啊，成功了。我们完全可以这样子训练啊，如果大家训练和不训练自己决定，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
强制性的让大家接受这个训练，这个要自己决定。如果想训练，就是要这样子训练啊。还有一个，过去的这些伤势啊，他们怎么样用功呢？比如说啊，我有我的好的东西分享给别人的时候呢，当然我舍不得呀啊。那舍不得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训练的呢？啊，他们首先就发明了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训练的方式啊，他们把左手啊当做一个人啊，右手又把它观想为另外一个人啊。那么他的这个，比如说他的佛珠啊，或者是他的任何一个这个东西啊，他把右手啊当做自己，然后呢说右手就给左手说啊，左右两个手就观想为两个人啊，然后呢右手就说啊，把这个东西送给你啊，放在左手里面啊，然后左手又说啊，这个东西送给你又放在右手里面啊，这样子训练左手右手训练了以后呢，这个心啊，我们的心是非常奇怪的现象。其实这明明知道这不是两个人啊，这是一个训练而已，但是他慢慢的接受了啊，接受了以后呢，然后呢真正的要开始啊，要给别人分享啊。分享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啊，他不会去给予这些比较重要的东西，他把青菜啊之类的最简单的东西啊分享给别人啊。比如说我有啊这个蔬菜水果啊，这样子比较便宜的东西啊，比较多的东西，嗯，或者其他的东西，我先啊给这个我能做得到啊，这能做到。比如说我先把1毛钱给别人啊，这个我不会舍不得的啊，然后2毛钱啊也可以接受，然后3毛钱、5毛钱、1块钱啊，然后10块钱、100块钱，这样子训练了以后呢，最后啊他完全可以啊，可以这个分享他的再好的东西，只要有人需要，他完全无条件的可以给啊，可以给予啊。这叫做自他相还啊，相还啊。我们啊，就是这个这个自他相还，它有一个基础啊，它的前提是什么呢？这叫做自他平等啊，自他平等，嗯，自他平等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愿意的东西啊，我不愿意接受的事情，别人也会不愿意的啊，所以我不愿意的东西，不要让别人接受啊，己所不欲啊，这个我们《论语》里面呢，很早就有啊啊。勿施于人，这说得非常非常好啊，这句话就是像佛陀讲的话一样，这我觉得特别好啊。己所不欲，我自己不愿意的东西啊，我自己不愿意接受的啊，任何一个东西，勿施于人，不要给别人啊，我自己不愿意接受的东西，不要让别人接受啊。这话讲得特别好啊，这个不是佛经，是论语啊，传统文化啊，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儒释道啊，其中一个它不是释就是道啊，但是呢啊，这个真的是说得非常非常的好啊。所以我们平时啊，就是我自己啊不愿意接受的东西啊，不要强加给别人，不要推到别人的身上啊，然后呢，我愿意接受的，我希望拥有的，别人也希望拥有啊，一样的，都是一样的，因为都是人啊，我们的想的，我们想拥有的，我们或者是我们不想有、不想面对的、不想面对的和想拥有的，几乎都是一样的，只要是人都是一样的啊，所以呢，就是为了我自己的。啊，为了我自己拥有，哦，就不要去抢别人的东西，不要去剥夺别人的东西。嗯，
这讲得非常的好，就是我们只要把这一句话，《论语》里面的这一句话做到了啊，做到了，这个就是一个学佛的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啊。所以我们就讲，先做人，再做菩萨，再做佛啊。我们人都没有做好的时候，想做菩萨不可能；人都没有做好，想做佛当佛更不可能。所以先把人做好了啊，人做好了以后呢，这个基础上去做菩萨非常的容易啊，非常的容易。所以我们首先要平等啊，比如说我们平时，我们就是为了我们舌头上，我们的舌头上的一个特殊的感受啊，一个特殊的感受，我们随意的去践踏其他众生的生命啊，根本就不当一回事啊。比如说这个海鲜啊，或者是一条蛇啊，一条狗啊，或者是一个螃蟹，一只螃蟹等等，一条鱼，它死得再惨，我们根本就不管啊，不去管这个事情。只要我的舌头上啊有这样子的感受的话，那其他的死得再惨啊，其他的生命死得再惨，再残忍，再怎么样，我根本不管，我完全可以不管啊。这种心态稍微再发展一下啊，稍微再发展一下，然后这样子以后呢，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战争啊，暴力的这些行为就是这样子啊，这样子啊发生的，这样子发生。佛门里面呢，很早就有这句话啊，很早就有这句话，所以我们啊，首先就是要从这个地方开始训练啊，要关心，要关爱其他的生命啊，至少啊，至少为了自己的一个，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啊，这两个的轻重啊，完全是这么大的轻重，我舌头上就是一种感觉，一种感受啊，一种新鲜的感受，新鲜的感受啊，咸的感受啊，就为了这个感受，完全可以啊，践踏其他生命啊，然后其他众生的生命啊，就为了我活得石头上的一点点的啊，这个感受，我完全可以不在乎啊，这个众生死得再惨啊，在运输的过程当中这么的痛苦，然后呢就关在那个地方两天三天五天十天啊，就这么的痛苦啊，生不如死啊，这些我们都不管，根本就不去想这些事情啊，不去想这些事情。然后呢最后啊，我们还就完全可以治一条活生生的啊生命，然后就说把它宰了，我要吃啊，这叫做点杀呀啊。人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是这样子，所有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战争，这么多的暴力啊，这么多的暴力，为什么呢？这个问题没有出在别人的身上，而出在我们自己的啊身上啊。动物可以这样子，动物的生命可以啊，愿意这样子践踏啊动物生命的人，他稍微有看到有一点点自己的利益的时候呢，他一定会在人类当中啊也会这样子。大家想想啊，西方的这个100年前发生的这个长达400年的黑奴的买卖啊，把黑人啊当作像畜生一样的去卖啊，这是这个欧洲欧美人干的啊，就长达400年了，把人当作畜生一样的买啊卖，最年轻最壮的人，也就是在这种高压的这个啊这个生活或者这个艰苦下面呢，只能活到6年了，只能活到6年。年轻力壮的人也就是这样子啊。想想，为什么人能够做得出来这样子的事情呢？啊，
就是因为人首先是在动物的身上把这些所有不好的东西训练培养好了，培养好了以后，现在稍微看到人类的当中的这些弱势群体，然后呢我在这个弱势群体的身上发现了我的利益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在这个动物身上发生的这一切立马就可以复制到人类的身上。所以人就是经历了这么多的战争啊，未来是什么样子谁也说不清楚，问题就是出在这个地方啊，问题在这个地方。所以啊，就是佛教就是将我们精进精进，不要孤独的精进，要学分享才是对的。分享啊，我们人往往就觉得我只要去剥夺分啊，剥夺竞争我会好的，然后我去分享的话我会越来越穷，那、啊、只要我去竞争剥夺的话我会越来越富裕。这就是我们的所有问题的关键，就是在这个地方，不是剥夺你能够富，而是分享才能够分享和给予啊，让你富裕啊，让你健康，让你和平啊，让你健康的生存啊，不是剥夺让你富裕啊，不是竞争让你富裕，这是我们的错啊。地球资源本来就这么一点点啊，然后这个我们这样子各种各样的手段去剥夺，第一次世界战争、二次战争怎么发生的，大家知道的啊。所以佛教就是告诉我们啊，佛释迦牟尼佛让我们训练给自己斗，跟自己斗啊，不要跟外面的人斗，不要跟大自然斗啊，斗不过的。大自然的这个威力啊，它远远超越了人类的这个能力的范围，所以不要跟它斗得太过分了啊。然后呢，也不要去斗啊其他的生命，要斗自己，自己的内心当中的问题解决了，实际上这个解决了，比如说我自己的嗔恨心解决了，这个世界就和平了啊，平啊。比如说我们所有人每一个人把自己心里的嗔恨心啊解决了，除掉了，铲除了啊，这样子以后呢啊，实际上这个世界啊立即啊就是平安啊和谐啊，这样子。所以呢，佛陀让我们做这样子的训练啊，我们今天讲的训练也是这个训练。这个训练首先要做到自他平等啊，自他平等。自他平等就是说，当我们啊，当我们看见有一个东西啊，我可以去竞争的时候，然后我也发现了一个我的竞争的对手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的人都不顾一切的去竞争啊，但是呢，另外的那个人他也想竞争啊，两个人的心态都是这样子啊，两个人都想拥有啊，两个人都想占用这个全部的这个资源啊，这样子以后呢，这个说不好，然后就发生了这个冲突战争啊，这样子。所以佛陀啊就觉得这个问题都是从这里啊发生的，所以佛陀让我们啊往里面斗，斗什么呢？斗自己的嗔恨心啊，斗自己的贪欲心啊，斗自己的这些欲望啊等等啊，这个其实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要接受这个训练，千万不要觉得我们这样子跟自己斗啊，那我们就是会变得越来越弱啊，其实不是啊，这个才是真正的内在的力量啊，这是内在的力量。释迦牟尼佛他就是这样子训练的。那么难道释迦牟尼佛今天比我们所有的人差吗？比我们所有的人弱吗？啊，比我们所有的人这个啊脆弱吗？他比我们所有人强啊！佛陀呀，释迦牟尼佛啊，比我们所有人强啊！他已经超越了这个轮回，他已经超越了三劫啊！今天我们任何人都斗不过啊佛陀的智慧，斗不过佛陀的爱心啊！
我们一直都认为自己很自己要强，但是呢越这样子啊越不强。所以我们首先要接受自他平等啊，自他平等，自他平等是比较容易的啊，理论上是比较容易，当然要做起来还是不容易啊。自他平等的意思呢，比如说做生意的时候，双赢啊，双赢，我也有钱赚，然后客户他也有钱赚啊，我们两个把这个利润啊50%的分啊，这不是说这个企业文化当中这不是最好最好的这个方式吗？啊，然后这个正好是佛陀的思想啊，这叫做自他平等啊。然后呢，我如果考虑这个双赢的话，那我的生意啊可以做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可以做得很久，我的客户可能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啊。如果我只考虑我自己的利润啊，利润投机暴利去考虑这些事情，然后有人跟我做生意吗？没有人跟我做生意了啊。所以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的，所以呢佛陀让我们培养啊这个自他平等的心。人类就是做到了这个自他平等了以后呢，大家一定会啊相互关照啊相互关爱，人间就会一定会变得越来越温暖越来越温暖，这最后呢我们所有的人就感在这个人世界当中啊感觉到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爱温暖啊这样子。所以佛让我们先去啊这个先去培养自他平等啊，自他平等。自他平等有一个训练的方式啊，理论我们讲完了，大家都知道了，理论讲完了，为什么要修的理论讲完了，那么实际的训练的方式是什么样子呢？还是要从母亲啊，从我们的亲生母亲的身上修啊，因为我们对母亲的这种啊爱啊相欢啊分享，这些都是很容易的啊，在母亲身上啊这些都是很容易的啊，在母亲身上成功了以后呢，然后我们慢慢的啊陌生人仇人啊等等这样子呢，慢慢的先抑后难，好，慢慢的就可以成功的。所以首先啊我们把我们的母亲观想啊，观想在前面啊，观想的方法跟我们昨天讲的是一样啊。当我们的母亲老年的时候啊，生病的时候，就看上去都是很可怜的样子，这样子的时候的母亲观想在前面啊，前面，然后我们就去想啊，我母亲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啊，她希望啊。拥有啊所有的这个幸福，他非常非常啊迫切的希望他拥有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这个啊快乐啊，大的比如说高等的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还有就是这个啊很有钱，比如说全球的首富啊，很有名啊，还有很有地位，他都愿意啊。我的母亲，他都希望他这样子，他都愿意接受啊，这些都愿意接受。哦，然后呢，他从不愿意的角度讲，他不愿意啊接受，他不愿意面对任何一个。啊，任何一个痛苦，任何一种痛苦，他不但是不愿意接受生老病死，或者是就是在生活当中的比较严重的这个折腾啊折磨，不但是不愿意接受这些，连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啊，冬天的时候比较冷的地方啊，冬天的时候比较冷的地方啊，太阳照出来了以后呢，这是一个。晒太阳啊，是一个享受啊。冬天呢、啊，天气冷的地方啊，晒太阳是一个享受。然后呢，我在晒太阳的时候呢，如果一个人在前面过一下，稍微在我的前面站一会儿啊，把我的阳光挡住了，这稍稍给我带来了有点点的不啊，这个不开心的啊，不开心、不愉快的啊，这样子的这个心态。
那我的母亲像连这样子的小小微不足道的这样子的小事情小痛苦啊，其实这个不算是什么痛苦，但是他像这么小的痛苦他都不愿意接受啊，他是愿意啊，他希望拥有所有的幸福，他希望啊不面对任何一个痛苦，他现在他的心态就是这样子啊。但是呢啊，他做的事情是恰好是相反的啊，相反的，他为了自己的幸福去杀盗淫王啊，杀盗淫王啊，他认为这样子啊他就会幸福的，他认为这样子他会幸福。那么这个杀盗淫王不但是不能让他幸福，反而让他更加的啊更加的不幸福。然后痛苦，他任何痛苦他都不想要，他不想接受任何的痛苦。但是呢，因为他的这些杀盗淫王啊，他不愿意接受，也得要愿意啊。所以现在我的母亲啊，他想拥有喜这个，他想有名，他希望有钱，他希望有地位，他希望有健康，他希望有这个愉快的心情，这些都他很希望啊，但是没有，这些里面的很多很多都他都没有啊，他都没有，但他都想有这些啊。然后痛苦呢，他都不想拥有啊。我现在的母亲是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呢，我要想到啊，那我的母亲啊，她拥有啊，拥有这样子的幸福，不想面对痛苦，这样子的话呢，那么我应该啊，我的这个幸福分享给我的母亲啊，或者是我不应该给她啊制造痛苦啊，这样子去想。然后呢，我们这个母亲的这个心态啊，理解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再就换另外一个陌生的人啊。那么这个陌生的人，他也希望啊拥有幸福啊，不要有痛苦，他也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啊也不应该去剥夺他的这个幸福啊，不应该去剥夺他的幸福，不应该去破坏他的幸福，不应该去制造，不应该给他制造痛苦，因为他也是跟我母亲一样啊。他现在不是我的母亲，但是过去是我的母亲啊，所以我也不能这个啊伤害。然后呢，我们再换一个啊，这个比如说我们的仇人呐、敌人呐 啊这样子一个一个这样子啊训练以后呢，最后我们可以做到这个平等。另外一个啊，比如说你们把过去啊所有的众生是我们的父母这个观念暂时有一点做不到的话，那也可以这样子啊，可以这样子。比如说这个人是我的，曾经是我的母亲，不是我的母亲不重要，他现在是一个人啊，他现在是一条生命啊。那么他是一个人的时候呢，他跟我的感受是一样的啊，我不想痛苦，不想拥有痛苦，他我的仇人啊，他也不想啊，我希望拥有幸福，他也希望拥有幸福和这个啊快乐。所以呢，我不应该为了我的快乐去践踏或者是剥夺啊别人的这个快乐，这个是没有道理的啊，大家都是一样的，我也想啊拥有快乐，他也想啊，可以这样子。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可以不需要啊，像他过去是我的母亲都不需要了啊，我们就像他就是一个人呢，那人都是人的想法都是一样，可以这么想啊，这样子去修训练，训练好了以后呢，最终我们训练的这个成功的时候，我们就做到了自他这个平等啊，这时候呢，我有啊幸福快乐，我就懂得分享啊分享，然后呢，我就是不会为了我自己的这个快乐去剥夺破坏啊别人的快乐，这叫做自他平等，这是一种训练的方式啊，反复的训练，反复训练。
慢慢的会做得到，这是基础啊，这就是基础，这是第一。然后这做好了以后呢，第二啊，第二就是我们现在需要真正需要的，就是第二自他相换啊。作为一个菩萨啊，他真正要做的是自他相换。自他相换呢啊，我们怎么样去训练呢？训练的方式啊，有一个训练的方式，就这样子啊。首先，我们把我的母亲啊。观想啊，观想在我的前面，观想在我的前面。然后呢，我们刚才的这些思维的这些啊，直目连宝文啊，都去想一篇啊，想一遍。想完了以后呢，我就想啊，那我的母亲她想拥有幸福，拥有快乐，但是呢，因为她的愚昧啊，因为她的愚昧。他就去做杀盗淫妄的这些事情，造罪啊！所以他想要的和他想他做的啊，实际上完全是违背的、相反的。所以他今天啊没有幸福啊，然后呢，他不愿意啊面对这些痛苦，但是他不能不面对，因为他这个造业造罪，他现在不愿意接受，也得要接受啊。他现在是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状况啊，这样子的状况。那么这个时候呢，我想啊，因为他是我母亲啊，我想我现在的我的健康啊，健康的身体的健康啊，心情的愉快、健康啊，还有所有的我的好的东西啊。我要分享给我的母亲啊，那这个有一种训练的方式啊，怎么样训练呢？大家要注意啊，训练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这样子观想啊，把我的健康、我的这个愉快啊，还有我的幸福、快乐、成功，还有就是比如说富裕、名誉。等等等等啊，反正就是我所拥有的一切的好的东西啊，好的东西都变成了一个黑啊，一个白色的气啊，白色的气啊啊，从白色的气，然后呢，从我的啊所有的这个鼻孔当中啊，我呼气的时候啊，呼气的时候啊，就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以后呢，我们把母亲观想在前面了啊，然后出去以后，这个气啊融入到母亲的身上啊，这是我们现在的母亲，这一世的母亲啊，融入到母亲的身上，然后呢，母亲啊一下子啊，她变得健康啊，变得幸福，变得快乐，变得这个啊愉快。就像比如说啊，天气寒冷的时候啊，就有一个人站在我的前面，他没有他的衣服很薄啊，然后我把我的棉袄脱下来啊，就给他穿，一样的把我的幸福、快乐、所有的好的东西变成了一个气体啊，我呼吸的时候呢，就从鼻孔出去。这是一个观想，一个冥想啊，一个冥想，然后给予我的母亲，然后呢，母亲就立即啊，她就变得健康、愉快啊，等等，这是训练的方式啊。实际上，我们这样子想，母亲会健康吗？不会的，不是。但是我们就是要这样子训练，这是训练的方式啊，这是一种训练方，通过这种训练方式。到时候呢，我们啊就把自己的最好的东西，也可以毫无犹豫的可以送给别人啊，就是要这样子训练啊。没有这些训练啊，我们这些这个大乘佛教里面讲的这些普度众生啊、利益众，都是空头支票，我们都做不到的啊。所以要从零开始训练。从零啊，一步一步的训练，那就一定能做得到的。好，然后这个完了以后呢，我们再观想啊，母亲的。现在我们开始啊，吸气的时候，然后把母亲的啊衰老啊、病痛
这个心灵的这个痛苦还有不开心、不成功、贫穷等等等等，他的所有的痛苦、他的所有的挫折都变成了一个黑色的气体变成了一个黑色的气体。然后我吸气的时候呢，这个黑色的气体就是从母亲身上，然后呢就吸过来，从鼻孔吸到这个体内，然后最后就进入到这个心脏心力，我们观想我们的我知我知。我知这是观想而已，这是心灵的一种训练。其实这个我知是不是在心脏里面呢？不是，它也不在心脏，它也不在大脑它不是在心脏，但是呢我们方便观想所以呢我们把我知其实也不没有一个具体的这个心有心有色的东西，因为它不是物质，但是呢我们可以观想然后这些黑色的气体全部就融入到这个我执，就融入到我执上面。为什么这样子呢？就是为了故意打破我执，所以把这些所有母亲身上的所有不好的东西都变成了黑色的气体，最后给谁呢？给我的我执这个执着全部融入到他的身上这样子观想。这个时候有些人开始怀疑这样子观想经常就这种吸收这个黑色的气体，那我会不会真的会生病呢会不会怎么样不会的不会的。如果是心理作用稍微心口有一点点不舒服这样子呢，那你可以缓一缓或者是休一休空心就可以了。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就观想一个东西，然后所有黑色的东西都融入，因为心理作用也许有些时候就是在心口有一点点不舒服，有可能，但没关系，这个可以化解的。怎么化解呢？我们可以修空心刚才所有的不开心的东西融入到我执，现在这个我执其实不存在的，我们修空心，把我执一下子就不存在了。所以呢，心口的这个稍微有点不舒服，一下子就可以化解了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其实这个我们也是一种训练而已。实际上，母亲的衰老，我边衰边老吗？不可能母亲的这个病痛，我们接受了，实际上我会生病吗？也不会的也不会的。但是这是一种训练的方式，必须要这样子训练这是母亲的这个痛苦，然后痛苦的因因是什么呢？杀盗淫妄犯这个贪嗔痴等这些罪业。那母亲的罪业也变成了这个黑色的气体也变成了黑色的气体，然后我吸这个吸气的时候也就融入到这个心脏的中间，心间观想在心间的这个我执上最后观想空心，我执也就化解，最后起坐的时候这是一个训练的方法这样子反复训练以后呢，然后我们慢慢的就实际上也可以做得到这样子我们大做训练然后这个在我们在母亲的身上这个训练成功了以后呢，我们再换一个陌生人换一个陌生人，然后我们在他的身上修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两种方法一个呢，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我过去的母亲，曾经是母亲现在不是母亲，这样子也可以。或者是我们不把它当作不观想为过去的母亲，我们这个可以不去思考，就他就是一个人一个人。那么他虽然不是我的母亲，但是呢他也是人我不想要的东西他也不想我想要的他也想要，所以呢我懂得分享，所以我现在开始把我自己的东西分享给他，他的不好东西我吸收这样子直接这样子训练
也是可以的啊。如果这个有一点，因为他是一个陌生人啊，我凭什么要把陌生人的这个不好东西要吸收呢？因为我们太知识了啊，有可能这样子。那实在不行的话，那你就告诉自己，因为他是我过去的母亲啊，所以你现在要这样子啊，就是这样子的训练啊。最后我们把一个仇人啊，所谓的仇人观想了以后呢，在他的身上这样子训练啊。最后啊，我们把这个一个地区的啊，一个国家的，一个星球的啊，最后就是一个宇宙的所有的生命观想啊，然后这样子自他相还。这样子以后呢，最后我们啊，一开始的时候呢，很勉强啊，很勉强，很被动啊，让自己强制性的去想啊，慢慢的接受了以后啊，最后呢，我非常的主动，非常的积极啊，非常的积极啊，这个时候就是修成功了，嗯，成功了以后呢，我们就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啊，开始运用啊。用到生活当中去啊，怎么样用呢？啊，比如说我们今天啊，就是在大街上啊，看到某一个人就是面对了一个什么这个困难，需要我的帮助啊，需要我的帮助的时候呢，然后我就是不顾一切啊，或者是啊无条件的去帮助。无条件的去帮助，然后呢，我自己拥有的东西啊，拥有的东西呢，尽量的，比如说我们首先是啊，我们比如说衣柜里面的多出来的衣服，鞋柜里面的多出来的鞋啊，还有这个领带啊，等等等等，我们不太需要的东西啊。对我来说这个不需要，但是对另外一个人来说这个很需要的啊，然后呢就是分享给他们啊，先学这个，然后慢慢的啊，慢慢的训练，最后呢我们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喜欢帮助人的啊，非常非常喜欢分享的啊，然后呢诚心实意的关爱别人啊，帮助别人的一个这样子的人啊，最后一定会变成啊。那么这个当中呢，我们自己真正的受益者是我自己啊，因为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无条件的这种付出的过程当中，然后我就获得了啊前无所有的一个这样子的从来没有感受到的快乐幸福感啊。感受到了啊，真正的我的幸福和快乐的感受啊，并不是吃喝玩乐当中产生啊，真正的这个幸福和快乐是就帮助人的时候啊，帮助到人的时候才啊产生真正的幸福和快乐。实际上最后啊这个时候呢，我们才真正的就是变成一个非常幸福的非常快乐的人啊，不但是自己幸福快乐，而且他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人啊。如果你有钱，用钱去帮助很多人，如果没有钱没有关系，这个世界上除了钱以外还有很多很多啊可以帮助人的，而且这个钱可以帮助人的，可以帮助的人呢，只是一部分的人啊，需要钱的人，物质比较缺乏的人，钱可以帮助他们啊。但是物质不缺乏的人呢，钱一点都帮不上啊。就他们需要的，就正好不是钱，不是物质，是另外一个东西啊。那么另外一个。是精神上的东西了，这个世界上不是精神就是物质，不是物质就是精神，除了这两个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啊。所以呢，不需要用物质来帮，那就是说明需要用精神去帮助，不需要用精神去帮助，那就是需要说明这个需要用钱去帮助啊。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人啊。大家想想，如果啊
这个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变成这样子的话，那这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地球会变成什么样子？大家想想啊，如果我们刚才讲的人每一个人都是啊，这个，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变成这个功利主义者啊，然后就是不择手段的去竞争啊，这样子的话，那这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家庭会变成什么样子？啊，地球会变成什么样子？大家都很清楚的，所以这种训练的方式，科学没有办法提供啊，哲学没有办法提供，除了大乘佛教以外，任何一个宗教也没有办法提供，只有大乘佛教里面才有。具体的训练的方式啊，这个爱的价值所有宗教都在讲啊，所有宗教都讲需要慈悲心，需要爱，但是真正的理论，真正的这个具体的训练的方式啊，只有大乘佛教里面才有啊。我们通过这样子的训练啊，训练以后呢，然后慢慢啊，逐渐的啊，然后我们可以做到自他平等，然后还不能不但是做到自他平等，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自他相换啊，完全啊，绝对做到自他相换是什么时候呢？异地的时候啊，异地菩萨完全可以做到自他相换，可以做到绝对的自他相换，像阿卡和母象阿雅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但是象群里的象王却为了得到阿雅而将阿卡赶出了象群。不过阿雅经常在三更半夜等象王睡熟后悄悄溜出来与他相会。阿卡，你最近看起来又强壮了不少啊。我现在感觉身体里充满了力量，明天我就要去向象王发起挑战。阿卡，象王他现在还强壮得很，你贸然向他发起挑战还是很危险的。前几天就有一头公象被象王的象牙刺伤了后腿，你再等等吧，等你变得更强壮了再向他挑战也不迟，这样我会比较安心的。我已经等不及了，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霸占你。
阿雅，你放心好了，明天我一定会打败他的，我已经有十足的把握可以赢过他的。嗯，我相信你可以做到的。第二天，阿卡向象王发起了挑战，战斗打得非常激烈，年轻的阿卡渐渐地取得了优势。怎么样，你已经老了，退位吧。臭小子，你想战胜我还早着呢。哎呀，不好，阿卡被象王引进树林里了。前几天的那头象也是被象王引到树林后才受伤的。不行，我要快去帮帮他，不然阿卡会向那头象再重蹈覆辙失败的。哎呀，糟糕。臭小子，你输定了。阿卡，小心。哎呀，我的眼睛。好机会。哎呀，哎呀，好痛啊，我认输，我认输了。好的，既然你已经认输了，那就离开象群好了，我们不欢迎你留在这里。好，行了，我离开这里，我离开这里。象王，我们的新象王产生了。哈哈，阿卡赢了，真棒。阿卡是我们的新象王。象王，象王，象王。阿雅，从今天起再也没有人能将我们分开了。嗯，我真的很开心，往后的生活都能够在一起的。从那天起，阿卡成为了新的象王，他带领着象群在丛林里快乐地生活着，而阿雅也成为了象王妻子。哇，这里竟然有一串香蕉，太棒了，阿卡最喜欢吃香蕉，我带回去给他，他一定会很高兴的。不好，是陷阱！救命啊，救命啊，快来救救我啊！阿卡，救命啊！是阿雅，不好，阿雅遇到危险了，伙伴们，快跟我一起去救阿雅！阿雅，你怎么样呢？有没有受伤啊？我没事，只是这个陷阱太深了，我上不去。是啊，这个陷阱实在太深了，这下该怎么办呢？这是人类为了捕捉我们而特意挖的陷阱，要想从这里面爬上来，那根本是不可能的。我们根本不可能将他救出来，只能放弃阿雅了。若是要下去救他，我们可能也会被困在里面的，非常危险的。放弃阿雅？不行，我一定要将他救出来。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头大象能从人类的陷阱里爬出来呢。我们能做的只有为阿雅报仇，去人类的田地里进行破坏，以泄心头之恨。是啊，对于落入陷阱的同伴，我们无能为力，最多只能丢给他一些食物给他充饥的。对的，这个主意我赞同。不，我绝不会放弃阿雅的，我们可以用土将这个陷阱填起来。啊，将这么深的坑填起来，这怎么可能呢？是啊，我们也没有那么多土啊。嘿，你看，这不是就有土了吗？好吧，我们就听象王的，往陷阱里填土填石头。大家加油。哎呀，不好，猎人来了，有危险。枪声，不好啊，我们快跑啊。象王，现在要怎么办啊？大家不要慌，不要走，只要我们都守在这里，猎人是不敢靠近的。他们手里可是有枪啊，我们还是离开的好。离开？我们要是离开这里的话，阿雅就会被他们抓去的。但只要我们都聚集在这里，人类就不敢靠近。你们谁也不准走，谁要是敢走，就别怪我不客气。哎，怎么回事？这些大象怎么一直聚集在那里呀？就是啊，今天这象群很反常，我开了好几枪都没把他们吓跑。按照以往，他们听到枪声应该很快就逃走才对。可不是嘛，象群要是不散开的话，我们可不能贸然过去，
万一他们发起风来，那就危险了。你说会不会有一头象掉进我们的陷阱里了，他们才不愿离开？我也是这样想的，看来我们今天有收获了。不要管那些象群，他们没有办法就会散开的，我们就在这里等着吧。现在也只能这样做了。然而象群并没有离开的意思，他们在阿卡的带领下不停地填着陷阱。尤其是阿卡，为了取得更多的土，他一刻不停地用自己长长的象牙掘着土。再多挖一点，再多挖一点。哎呀，你的象牙断了，不能再这样挖下去了。没关系的，我一定要把阿雅救出来，大家不要停。谢谢你们，谢谢你阿卡。哎呀，怎么回事，他们怎么还不走啊？天快黑了，看来今天晚上象群是不会离开这里了。我们走吧，明天再来看看。唉，也只能这样了。象群连续填土了两天两夜，阿雅终于被救了出来。而猎人们看到被填起来的陷阱，显得更是吃惊。天啊，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他们竟然将我们那么深的陷阱给填起来了。怎么会这样，这群大象是费了多大的劲儿才将陷阱填起来的？阿卡，真是辛苦你了，赶快好好休息一下吧。嗯，只要你没事就好。哈哈，终于受伤了。啊，象王！你这个家伙，上次用卑劣的手段伤了我，今天我回来找你复仇了，我要重新夺回我的位置。你还敢来挑战我？小心我再把你的另一条腿也捅个窟窿。就你现在这个样子，还想打赢我？休想！是吗？那我们就试试。阿卡，你已经累得精疲力尽了，现在去和他斗，你会吃亏的。阿雅，放心好了，我不会有事的。我们还是找一个宽敞的地方进行较量吧，也免得有人帮你。好，没问题。阿雅，你不要过来。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打斗，断了一截象牙且已经累了两天的阿卡，哪里还能斗得过象王？他身上多处受伤，最致命的是他胸口肋骨之间被象王的象牙刺了一个深深的洞，血不停地从那里流出。糟糕，伤口好痛啊，怎么会这样？我的时间不多了，我不能死在这里，我要去象主那里。阿卡一边说着，一边吃力地站了起来，摇摇晃晃地朝丛林深处走去。在山林深处有一个巨大的凹陷，这里便是象冢。大象是绝不肯倒闭在荒野的，所以只要预感到死神迫近，无论路途有多么遥远，他们也要赶到这里来咽下最后一口气。象冢，我来了。不知道阿雅现在怎么样了。阿卡，阿卡，你在哪里呀？啊，是阿雅。天啊，他怎么来这里了？阿卡，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啊，阿雅，你来这里干什么？我要下去把你救上来。你不要下来，我是自己来这里的，我伤得很重，活不了多久了，你快离开这里吧。嘿，啊，阿卡，你流血了。阿雅，你要干什么？这是象冢，不是你该来的地方。阿卡，我要和你在一起，哪怕是在象冢里。你快走，你的寿命还长着呢，起码还能活几十年。你觉着我能从这里走出去吗？啊，你怎么这么傻，怎么这么傻呀？阿卡，你说过你不会丢下我不管的，我也一样，我们从现在开始会永远在一起的。